再见，再见。他们看我们的眼光都很奇怪。有什么奇怪？他们一定觉得像你这样的大美人不应该跟我这种俗气的男人走在一起。金泰，你是我的选择，别这么没自信嘛。你是我喜欢的人。 别人怎么看，我觉得不重要。对。哎，对了，云娜说要在我们家开 party。今天啊？嗯，这次啊，他专门是为了向你赔罪的。嗯，但我先回一趟饭店，我马上过来，好吗？嗯，OK。那这个麻烦你了。好，谢谢。再见。 没关系。 是吧，小姐？爸爸，快点了，赶时间了。啊，真是不好意思，对不起啊。再见，小姐。 相像的人有很多，可是他们长得未免也太像了，简直就是失禁。少荣，其实这也有可能啊，说不定诗静又以同样的相貌重生了呢。你不要胡思乱想了，诗静已经不在了。你冷静一下，你马上要跟金泰结婚了。我知道，可是实在太像了。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你必须要把这件事忘了。走吧，他们在等着我们呢。